2024年4月29日，今天是礼拜一哈。啊，今日整个台湾各地天气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过到过了后呢，中部以北啊，甲部分山区依然同款，还佫有一寡局部低阵雨哈。旧日行到3月21日，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3度到34度，这是咱天气状况，我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日的节目，咱开始来加看新闻哈。来，首先我嘛是针对着这个最近这几天的天气，搁再另外甲报一处较详细的报告啦吼。这听你讲讲雨水到今仔日都刷都停啦呢。啊，而且讲今仔日呢，讲南部地区有可能会热来到36度啦。啊，那一直到个拜三四啊，又搁有另外一阵的雨水要来啊，但是短暂啦，未真久长啦吼。你讲经过小林山一礼拜啦，当落落个天气了后，今仔日转台湾啊，四季啦，天气拢是热天啦。孟阿在方面挖到水气增加，拜三拜四全台湾开始有准雨甲雷雨啦。啊，那西半部啊需要特别注意啦吼，迄、那个低延时的强降雨啦吼。唔过这波的方面来了真紧，嘛去了真紧啊，只是影响拜三四、拜五去。全台湾各地雨水都会减少，天气都会回归稳定。中央气象署有报员张新团伊安尼讲，伊讲今仔日的各地大多数侪云到好天啊，天气稳定，而且吼真明显的变热。各地温度31至34度，南部尤其是台南、高雄啊、屏东、台东会热来到36度。另外台东地区嘛，需要注意烈风的发生啊。中昼过了后，中部以北、宜兰、花莲甲其他山区呢，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吼。这个咱简单来补充一下这个啊，雨天的报告啦吼。今麦就好吼，啊，就讲南部遮的水库拢大着水吼，水拢入下些。但是你对迄个水库，迄、那个水情甲看看，南部水库嘛是规拢红的，拢个个是红的就对啦。即摆用水是拢正常啦，但是是拢跟以前迄个所谓大矿啊，迄个是比较水情较高啦，水情较高吼。啊，十分水库太大卡了吼，即讲叫流偌济水啊呢，结果。他上升一个0.10%，你知道？我大卡得好哈。哦，啊，这咱们水库加这个这啥呢？这个白河啦、乌山头啦，啊，或者是讲南化水库等等，这底下烂浊啦，全部会当个清掉的话，这水库来底真正不得了。对啊，啊，这边的边明的遐气象局啦，甲水利署拢讲讲流了着所在啊，拢流了着所在，这水拢大量进水了，对啦哈。啊，结果甲算算讲大量进水大概等下来用偌久，你敢知？用偌久？你离遐去啦？两礼拜。你盐水你好恐怖的哦！扩散啊，不是水库是咩啦？啊，就扩散不高啊，水库高啊，不高啊，正啊，高正啊，高啊，水啊，扩大水啊，你讲扩散，我最近在读扩散啊，哎，那那个贵啊，卡扩散啊，啊，较早安平的好野人有无吼？今麦讲我扩散啊，有水无？嘛是有诶，有诶，就是较大啦。但是即马是无高污染食生水啊，因为伊个土界面污染太严重了。对啊，大农药啦、工业污染啦，包括农业，譬如讲饲猪啊啦、鸡啊啦、鸡屎鸭屎，你经过河水入去，入去土内诶水拢无好啊。那遐地下水无咧鼓励人啉啦，啊，那咧啉嘛是得爱定爱滚烧。啊，佮有高山就对啦。有啦，高山你有当时啊，你对空兵兵啊，皮蛋嘛够只靠高山。有影去，连着只有一口井，叫啥物鸟形容袂记真吼。爱口井就是用迄个家族的名来去形容啦。遐迄阵就是闽苏人，苏人咧，正是家己的名来对。啊，迄个就做较早，伊是大户人家啦。有迄个困难，
就是讲有迄、那个零钱，人家乌债啦，哎，乌一卡债嘛，咪清白人家来养我个啦。阿廖都乌一卡债坑底下，阿廖迄卡债吼，厝边隔壁拢还来电话。对啊对啊，吼拢办，拢拍。这拢靠靠这乌债。其实咱的东西，咱台湾的生活水准已经无需要债啊。嗯。个咧用债的人，迄是足够不离三乡的，大概有钱人拢是吼做水业吧。哎，最最后那是阿扁啦，是啊，大概这东西过这时候，迄种往过这头啊，最后啊，他的东西的孙子，最后是个进步到最后去，有钱的人都大家都差不多，欧洲欧洲也罢，三两个人过这，用手的气啊，用手的也罢，阿扁的气啊。其实手也罢，含过这管理同款啊，嗯，只不过过这都要好差一步，你个。给伊做一个机器，甲水抢起安尼尔，客人去抢水啊，水要不伊是靠个压力落去甲水，才起来安尼尔。诶，时代在进化，阿来就水就水啊，安平也都一口井都做名，挂平井啊，挂平井，也好野人嘛，大户人家嘛，阿姨乌这乌乌了，因咧围墙啊，吼，我围一半尔，就别对咧井只边我围一半过，这边是因厝内，那边阿咧用阿外面这边。十个公家，十个公家拢会使来讲。那讲起大哥，讲起大哥正，阿乌下大卡，阿讲起大哥正，对不对？这是古早人的生意啊，要滴的无？他滴的啊，你那个滴的啊，现在嘛变成观光店。这种店有滴无？这种店，这种店，基本上中岛地区应该嘛拢有啦，拢有啦。有钱人咧，欧正拢会安尼啦，阿都。会分半边，无人去抢水啊！啊，中部底下佫有一卡正上下面啊，嗯，叫做剑正啊，剑正，剑正啊，地形公路个啦，嘿嘿，地形公那个坐边去家遐讲无水啊，啊，地形公坐遐不剑，你涂卡差了，差了，啊，就变成一卡正啊，出船开始出水啊，就对啦。咁其实我咧，但是马地形公就根本都无离开过车坎楼。伊都无离开过咱台湾，你来讲台湾山鱼就死啊！对对对，挂灯呀，挂灯呀，挂灯，挂灯啊！哎，电信公来，伊差不多拢总是伫台南市的中西区啊，拢伫遐活动，伊都根本都唔捌出过台南市啊！啊，所以什么的莺歌啦，什么钓鱼啊，有诶，哦，拢后迄落就电信公去钓鱼，用安啦，用安啦，用安啦，过数过数，卖个想想侪。电信公开始有这人啊？啊，当然有啊，系啊，电信阿婆在教我设定，是电视不一定是传出来，贴来不一定是啊，哎，啊，这个最前看起来是疏解啊啦，吼，之前本来讲烦恼这水也无搞，无啦，啊嘛，免烦恼都每户归都阿未来，烦恼嘛少久，你会记大家当时咱南部咧大科旱的时。即卖什么水库？南化水库的水几趴，三十几趴呢？迄当时台南市咧大科旱的时候，南化水库的水剩五趴几、三趴几呢？大家过去是袂啊？即卖是还佫三十几趴。啊，不过迄阵啊，即个叫做大科旱的季节有无？吼，迄水库水是唔啊有人想着讲会剩安尼啊？啊，最主要迄东西，春雨也无来啊，啊梅雨也无啊，但拢啊，迄个五万风台天啊，风台也拢飞出去。啊，东西五趴、三趴，是那个我冻要过来过月呢，因为都两种原因嘛，第一种就是安那，无水的人开始欠嘛，啊，因为政府就是是减压嘛，啊，水袂当互你上量上用嘛，上加重要就是迄个高雄遐的迄个。也系溪流水啦，你唔知什么高冰岩啊，什么碗高岩啊，叫啊，每一日山谷拢有落雨，拢有补充水，对迄个啥，对南化水库里边，靠我多人硬动动只久咧。啊啦，你不管有水无水，用水本来就爱较欠的啊，吼，咱这水资源是足珍贵的吼，大家拢知影嘛，咱台湾的这个做啥，迄个水落来了后，一大罐就堆海去啊。嗯，哦，一大股啊，就流对海里去啊，啊，所以他们家需要这些水库，哦，啊，所以这个做上呢，这水不管有啊无啦，拢爱准备就是讲迄个无水的迄个艰苦啊，那个对，哦，卖啊乌白用啊用啊，那用啊用上啊。现在你头拄咧讲讲这安平啊，佫有水井啊，对啦。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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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哎，咱看到，咱去甲看卖啊咧。有时阵台南市你讲林德啦，啊，包括着永康啦，啊，安平啦，拢讲有多者。啊，咱的林关路派出所对面就是全美医院的边啊，还有中医院边啊。
迄个大车头啊，咱嘛是卡车，但是伊卡车无去啊，即嘛砍地瓜，砍地瓜，砍地瓜，地瓜砍掉，那个毁掉了对啦。哎呀，果仔嘛是一个足大块果仔，有有。现在我经过偌济森林底下吃过的水，哦对啦，哎呀哎呀，喝下水。啊，果仔这个物件是团结，我那真济啦，我那有人底下跳对因内面有诶无，当当晒晒啊。啊，卡仔全部在团结，卡仔全部咧红光迄个车坎头内面去卡仔有无？就通对意在金钱。对啊，我咧就是做安平果报，安平果报啦，通对安平果报，啊，迄阵客人落去找咧，通对办告雷少，啊，这个我写了汤了，对啊，写了汤。哎，来来来，继续看新闻哈。来，另外咱要来个看一篇这个今仔日报纸头版的，啊，这拢啊相在发生啦吼。这都讲这个四中国啊，你讲报分期吼，都无起无代志呢。啊，人原本就是讲安排啊，要去中国吼，安尼唱歌赚两三千啊钱，而这个田馥甄加卢广仲呢。这两个在咱台湾，包括中国，拢是算真出名的这个歌星啊。结果一个报昆剧带人去呢，中国未爽呢，这两个就给冻掉，无爱好去啊。因为报昆剧呢，中未去啊，所以中国政府无因为安尼假是一个台湾人的未使，所以吼凊彩两两人来跌，多好拍文掠着田馥甄加卢广仲了，对个，啊，这种派用恁两个，恁恁衰啊，都去报分去国民党下个哈。来，你讲金曲歌歌晓了，啊，都对这个时间点无变呐。啊，你讲今仔日飞机飞下，咱嘛讲啊，这四号应该嘿，这天空皮啊有目睭，咱嘛一定爱讲啊呢。啊，无啦，唔敢要讲哦，我足艰苦呢，你无代无去坐飞机，实时啊呢，我真话头顶个边啊，以后等讲啊呢，对啊，一个可能这两时可能啦。来，你讲金曲歌后，这个叫做田馥甄呐，加吼三块金牌的得主卢广仲啊，这两个在咱台湾啊好啦，在吉纳国啊好啦，拢总是介出名的歌手啦。原本定在五月份呐，受到邀请要去参加中共吼的这个啊音乐节，啊结果呢，煞因为什么呢？因为报昆剧带十外名的这个国民党级的立委硬要去中国，和中国政府真未爽，单取消因这两个去中国来演唱啦。啊，另外阁有咱台湾一名真出名的演员，这是吼得金马奖的影帝，诶，吴康仁呢，两支得奖的这个电影呢，嘛因为报昆剧带这个啥啊，国民党级的立委呢硬要去中国，去和中国政府真未爽，单迅速甲冻掉，无爱互因的影片伫台啊，伫这个中国来上映啦。结果这三个人诶，中国的支持者就对啦，拢相当的惊吓，敢唔敢啊？田馥甄两当前，因为伫这个佩洛西去访问中国的时阵呐，访问台湾的时阵呐，伫社群分享着食意大利面的相片，啊，叫中国的这个支持者小粉红讲，伊是台独的标签呐。伊虽然隔了两年啊，要去中国参加音乐会，都阿未爬上这个。中国的这个音乐会，因这个中国的网络朋友啦、支持者都安尼回家吼乱吵吵啊，这里都对啊啦。主办单位呢，单用着活动筹办为理由都对啊啦，宣布田馥甄未当来中国参加唱歌的音乐会啦。啊，对着这件代志，田馥甄伊铺文章，伊咧讲讲真遗憾啦，我一路同见啦，也无法多人依照着约束去到中国和大家见面啦。但是心肝嘛是热滚滚啦，歌嘛是咧笑啦。咱社会尤其相信小度会掉就掉啊啦。当迄一天就是上好的时阵啦。啊，那伊的经纪公司伊咧讲吼，伊的经纪公司咧讲就掉啊啦，公主办单位。看到伊的安全考量啊，当决定取消伊的演出，包括另外一名在咱台湾我那介出名的歌手卢广仲。这个卢广仲的主办单位称呼讲卢广仲就对啊啦吼，这团队成员吼讲身体吼无爽快啦，人可能安怎样话就对啊啦，啊所以确实吼这次的音乐会啦，啊经纪公司一直到我查过进程拢无做回应，事实上田馥甄甲卢广仲拢总是因为这个中国的小粉红质疑因两个人的立场，啊就去检举啦，去做了杯啊，去逮罪就对。对啊啦，别家中国政府无出来做一个吼啊欢迎的迎接，大规气来个取消掉田馥甄
甲卢广仲即回去中国的表演，包括吴康仁伊的电影嘛，袂当去啊上映都对啊啦。当然田馥甄伊妈妈回应咧，讲讲感谢大家啦，阮阿姐啊无问题啦，顺其自然就好啦，阮袂甲动作吼做。做严重代志，去遐看待啦。嘛，伊妈妈规日出来讲啊，无输啦，无输啦，我哪唔敢袂中风啦。你唔讲阿的，这田馥甄也是，我感觉伊也是足趣味的吼。两当前迄个佩洛西来等台湾访问的时阵，中国都气啊噗噗跳。是啊。啊，敢那像迄个佩洛西有伫台湾食意大利面的款。有有啊。哎，啊，这田馥甄多伫迄个时阵吼，拢抱出来食意大利面的迄个相片，对，啊，就随。叫中国的一挂遐小粉红有无吼？就开始讲讲，啊，这分明就是咧对中国呛声嘛。哦。佩洛西食意大利面，你也咧对人食意大利面，哦，你唔就讲安尼个红杀啦。啊哪呢？中国个遐红杀。林刚人发了只中国牌嘅人，你想迄个什么人啊？嗯。上黄安这林刚人咧想用吧，算较破烂，先不要想用吧，一定红去看，看到两去断掉未？啊，所以吼，这个实在是唔知咩啦讲吼，都阿要趁中国钱，就家己赔地还啦，就做咱无达啲当钱啦，吼啊嘛无啥物好肯接嘅就对啦吼、哦。你要去阿人嘅市场啊，阿人嘅市场讲啊歹听，就掌握住人嘅手啊。那那看看要甲你停就甲你停，啊看要甲你促销就甲你促销，你干光，咱嘛、啊、是特标准啦、啊。你有在了，人去趁中国人嘅钱，系你嘅本事啦、啊。嗯，但是你唔通因为你要趁中国人嘅钱来糟蹋台湾人安全啦，对啦。但是你讲，我嘛要赚多少钱啊？啊，但是你唔通像黄安这个笨蛇安尼，因为要赚中国人的钱，对啊，来糟蹋咱台湾人。嗯，啊，唔通袂去呢？伊是台湾人。咱讲的蛮有效用心的呢，对啦。讲话啦，啊，你糟蹋台湾人，台湾人掠工啊！啊，你有在叫人去赚多少钱？迄领导的代志啊，哦，啊，你要等下糟蹋台湾人，当然台湾人就对你袂爽啊，你嘛。但是你糟蹋台湾人，台湾人袂爽。啊，那以我个人来讲，你敢来去中国表演，你袂爽。不会是啊，你对啊。啊，所以你嘛是来表演啊。对啊，啊，伊唔接待台啊。你从半句谈话都唔敢甲应谈去，都唔对啊。时间嘛，佮袂当学一下像迄个了。你想张宏啊？张宏评新闻，迄个五月天即几工啊，伫天边诶表演，伊赚无钱，拢交务光赚2000万啦。唔知伫福建表演啊，是伫天边，我袂记啦。全部是讲迄几工赚迄个合代票2000万啦，2000万拢全部我交我咧，对啊，尽在用。啊是啊，这个算中国个安尼啊，知啊。好，啊好啦哈，要去中国赚食吼，想要去中国搬一出一饭的人，恁其实咱讲真个呢，甲乞食同款啦。人要合理就合理，唔合理就来收回来啦。哦，你唔对，无家己当情啊哈。啊，要牵涉中国啊，卖来应该做，你牵涉中国，中国本来就是这类型啊，你牵涉啊，唔对哈。现在国你要趁中国钱，你来干我。啊，干我对啦，来做准备啦。是，来进攻阁哈，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放下。你状况是安怎？你讲我大家听看卖啊来。本来是阮太太一阵头壳心哦，去了迄修理车诶后门挂钢条啊。哦，修理车诶后门挂，去钢条啊，钢条一阵哦，我咧看无好，头壳拢会疼，头壳啊变带一个兄弟啊就对啦，头壳拢会疼。哎，啊食了吼，啊今仔都未疼咧，好去啊。完了。我话拢未感冒，嘿嘿嘿嘿，啊个作用的啦，哦、我真系好好耐用嘞。感觉我精神继续好啊，就对啦。对对对，即摆就是，嗯哦，是做看的，安尼哦，哟，阿姨伊个，阿姑啊，阿姨阵就叫我食，因为我较早，嘿，病病拢会疼嘛。哦，病病，哎，我病病拢会讲讲你胃安尼哦。你这算偏头痛的一种，哎，偏头痛，对，是。啊，就拢住下，食药也就好。哦，住下啊，拢住几天？啊，我是讲，阮太太，我你买食看诶。嗯。我，阮太太啊，食五六年后，哦，每遍拢叫习惯嘛。啊，是。你无断诶啦，你妈妈继续过去食。好嘞，好，感谢。啊，另外就较早拢初初拢食药三顿，我三粒多高粱嘛。是。啊，食两三年了，看有感觉改善哦。好。啊，另外。
一天吃三粒。哦，这么算保养的，这么算吃保养的，还是对。哎，保养保养。是。我不是讲安尼哦，我不是讲头壳哦。嗯。那阵哦，身躯拢会白吼。哦，是。那个会流清汗。好好好好好。现在这吃了吼，我那有改善啦。哦，啊咧，改善了吼。嗯。那边的耳啊吼，耳啊凹起来，那个暗棍那样吼，有生一条啊。刚刚那个什么？生一条，我是弯路的。算整整是弯起来就对啦。嘿，不该大弯啦。嘿嘿嘿。我就细细细细弯啦，我就讲，我真系整一条嘞。好好好好。因为我过去我喺东厂的吼。对。诶，弯你啊，讲我说，讲我说力力啦。好好好。你讲说生理啦，理啦理啦，不听过，嘿嘿嘿。诶，理啦哦，我讲无意咧。嗯。啊，我咧当初嘛，我就会登记啊，我今年六十六嘛。哦哦哦哦。我烦恼噶，我唔敢玩太晒啊。哦，安尼还是。嘿，后尾我就叫个叫啥顿来吃。嘿嘿嘿嘿。我食到了五个月哦。嘿。我按那帮我那消。哦，那帮那消嘿。啊，今仔是都转无去啦。哦，消了消了。哦，我咧。无我烦恼者，烦恼个死。哦，是是是。系啊系啊，我而且个阮当初个同款。好好好好好。啊，不，我一个啊，高定个竞赛，伊个台中吼，开个印刷厂，开足大间，还开饭店。好是。四十岁吼，同款生一条鸡啊。哦。啊，就旺盛啊，我唔得条惊啊。我不讲你会紧张啦，吼。我会哦，会紧张哦。我烦恼个呢。我唔教阮太太知影啊！哦哦哦哦哦！诶，无阮太太烦恼啊！唔系烦恼，我即系你阿讲。哦，是是是是，啊啊，即摆拢消息啊，就对啦。拢消息啊！哦，真好真好。我昨暝做哩咩？我即系你阿讲。哦哦哦！你看你系边个阿讲？我就惊你烦恼啊！我阮当当诶吼。哦哦哦！我就。安尼，古仔，林太太，你准吼？诶，那帮吼，帮走了。土豆林安尼啦，好好好，我多咱后边阿妈滚筋有哦，嗯，正顶阿妈滚筋只，嘿嘿嘿，要一个大半筋嘛，啊是是是，对对对，嘿嘿，哎呀哎呀，我顾起了去，我说你压就对啦，哦，我还是去压，哎呦呦，啊即摆拢无呀，拢消掉呀就对啦，拢消掉了，啊恁太太讲较早迄落去哦，迄个旅行车后斗磕着头壳，迄个骨伤拢会造成头壳疼，啊无呀对啦。啊！你的偏多都麻烦，那改成啊，正好是改成麻烦。好来，感谢啊！今嘛是咱生产公司可以为咱赞助提供哈啊，即阵咱广告的时间啦。呀、啊，听众朋友呢，将着因这所使用的咱生产公司啊，咱是多山，而且咧做经验，伫咧节目中，跟听众朋友安尼来做分享，原因真简单吼，原因真简单，就是好的物件啊，报答。诶，来做了解吼，好的物件，不如大家做了解。那么由着因本身家己亲自所服用了后，诶，这个经验加这个改善的状况，啊，来讲给大家来听。你讲的症状，每一个人拢做每一个人的症状，但是因拢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这当中困扰因真久，诶，真侪真侪症头，拢安尼渐渐慢慢啊做改善吼。所以咱士多山，咱一再咧甲咱强调饮食药啊。哦，饮食啊，足侪人辛苦白听课的啥，靠一个止痛剂，我止痛剂好用无？真正好用，随食落去半点钟、一点钟后，无定就随家你这个痛，还是你这个感觉暂时甲你治落，但是人未记迄是暂时的吼。那么一天一天安尼累积落来，到底伫你的身躯顶，到底累积有偌济的艰苦，你家己嘛唔知道，累积偌济毒素，你家己嘛唔知道。等到有一天规个憋起来的时阵，哇嗨呀、啊，迄个时阵要来装装袂赴啊哈！所以咱圣山公司，咱的士多山欢喜的喜，多少的多，山顶的山哈，士多山啊，这会当给咱做着营养的补给。健康的维持，促进咱的食欲，消除疲劳，增加咱的体力，延年益寿，帮助消化。那么上头是调整体质，加咱的生理机能吼，调整体质，加咱的生理机能，这非常的重要吼。啊，伊奥妙伫倒位，当然在你家己本身来做坚持啦吼。咱全国免费的机会专线电话：0800-0500-6688，阿兰欢迎，咱电话甲敲通 AM 七点以前，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对着咱圣山公司这么众所推荐介绍的所有优良产品，阿兰欢迎电话甲敲过来吼，0800-0500-6688，感谢。0800-0500-6688哈。
这个电话是咱上半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哎，听众朋友，恁这摆是从恁个别信诚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有提供实际赠品，要来赠送给恁买十款的朋友。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平底锅一支，你要个经电风一台，经燕窝两盒内底有十二款的包装。你要经一间毛毯，经信诚公司另外有三十粒装的惠阳素、金叶莲、保顺健、喜乐清、软骨素。三十粒整理用起，咱一道经一行一万只。啊，另外一处呢，各位信诚公司产品五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唔法用提供实际产品，要来赠送给咱买五款的朋友哦。买五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经一个单手把汤锅一支，你买个经啊，这个保温杯一支，金白锁完起个一条，你买经大香的汤就一打。金无凡机的洗头毛巾一罐，无凡机的洗衫巾一包，还是你要个经验哦，一盒内底有十二六罐吼，内底有六罐的包装，这都没影子。咱一头经一行为原则啦吼，空不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来接下来，咱邀请听众朋友来走来欣赏这首的歌曲《两翼》，这首歌心疼的理由啊。
感谢哈兰哥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午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中的幸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来个进行这个看新闻哈。哎，来另外咱要来个报一篇这个涉案的问题啦吼。你讲这个飞雷的生理人，伊安那都假期袂惊呢？顶一阵啊，一连串的涉案问题啦，包括这个苏丹红啊，啊无得啥物讲，顶一阵啊吼，迄、那个米酸效应哦，嗯，还是迄个米克类酸啊，袂记起来啦，吼、嗯，哎、喔，那尾啊，都改一个名，因、欸、为米提掉啊啦，哎、欸、啦，啥物啥物，哎啦，对于种啊，你大家知影就好啦，记袂起来。竟然讲伫新北市又搁掠着胡椒粉内面藏苏丹红咧卖啦，苏丹红咧做迄阵就掠到济啊！照你讲，即马大家爱足注意谨慎咧，要进口一寡有诶无诶物件，一定爱检查甲真清楚咧。啊，伊嘛是无，嘛是安尼乌白虫安尼啊。来这边那个听看卖，你讲新北市有一间公司叫做优奇啦，优秀个奇怪就对啦啦，优秀个优秀啊，个加奇怪，莫怪讲会出大事啦。这间新北市优奇公司，伊所制作的乌胡椒粉，去予人验出内面藏着致癌物苏丹红，总共有170公斤呐、啊。未对对去呢，未对台北市，未对新北市，未对桃园市，未对新竹县，未对台中市，未对彰化，未对云林，未对高雄，未对屏东，未对宜兰十县市啦。时间未偌久啊呢，未半冬的时间啊就对啊啦。但是爆发了后，伊已经有收回24.47公斤啦。其他继续在收回当中啦，唔过伊嘛坦白讲啊，讲有可能其他收未倒转来，拢已经食落啊，食去八个月来落去也就对啊啦。新北市卫生局昨昏表示，高龄农贸伫2020年啦，一三四月啊的时阵呢，对越南进口两批乌番啊椒、乌胡椒粒啊就对啊啦，原料来卖互优奇啦。啊，这个四月车呢，接到优奇公司啦，包括吼、哦、伊某下游的厂商，家己来通报啦，只讲嗯，啊恁卖完这吼、哦，乌胡椒幼粒啊，就对啊呢，内底敢那亲像有藏苏丹红的色素呢，随时派人了解，并且通报外管局去甲查核，另外抽验原料送食药署检验啦，打算伫一礼拜后来结果出炉，会报出就对啊啦，再来决定是毋是要来开发啦。优奇公司伊回应安尼啦，伊讲伊会配合调查啦，另外伊家己嘛自行送验一批上新的产品啦，结果并无代志。是安怎样？我咧上新的送验一批无代志，啊！你以前一批卖出去赚代志。嗯苏丹红这个物件，伫咱台湾的规定就对啦，这是袂当参加伫食物内底的这个米食节啊，拢袂使讲的，拢袂当讲的，这工业用的米食节啊。啊，你真是怎么放假呢？啊，你今仔日你这个所谓的新北市优奇公司对越南进口幼粒啊，对越南进口这个胡椒幼粒啊，你拢唔明讲？嘿，咱一般做小生意都无迄个机器，无迄个时间，无迄个钱，嘛唔知要去对他检验，咱就无多疑啊。因为咱量嘛真少啊，有可能咱今仔去开一间面店啊，咱是去加买十罐吼，迄、那个变的胡椒粉等来，互人去散卖你娘娘。但是你是最受伤的，你会不会嫁回来？罐头太咸啦！你罐头你唔咸，等下吼卖出去了后，人家你讲哎呀，恁、欸啊、这有苏丹红，你讲哈卡有我咸粉卖，我心里就背无呢。你唔做要甲补咯？做生意不能安尼只好，只好做，只无负责任的啦，拜托佮啦啊！这种物件，单单讲啦，单查掉的时阵有啊吼，我唔来食几百公斤就发到咯。无啦，啊，这真正嘛单查掉呢，照你讲，一般人会认为讲这段时间是上安全的啊。这个嘛是啦，这个嘛是，赶快来吃啊！
像我拢是想讲，这代志啦，变个是迄个物件就特动啊，来开始吃，结果原来变了也够有了对啦吼。啊，苏丹农这个物件吼，才到这时，咱搞不清楚哩嘞，耶。伊讲伊是一个染色剂鸟了，对啦吼、嗯。啊，染色剂啥那块有诶，根本都白色的物件啦，叫抗苏丹农。啊，黑色的物件，你安那想你嘛含硬啊，无关的对啦对啦。啊，这个黑胡椒呢，就是小龙牡蛎咧吼，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嘛？啊，苏丹红一堆染色以外，伊个会当够做，白种好个。可能你染色剂啊，是啊，一批鸟。嗯。刚刚那个原料做出几种诶物件出来了。嗯。啊。好啦，这是阮食落去的物件有无吼？咱讲真诶啦，食落去上点啊带下出来啦。对啊，我根本就无啦。你起码你讲这个物件是必然物嘛。嗯。啊，你讲譬如讲长期间做爱食咧，番仔姜酱啦，番仔姜粉啦，胡椒粉啦，啊，这都必然嘛啦。嗯。啊，伊起码伊去啊公司，忙去啊公司啦。既然医生问讲，我这个米苏丹农食了伤济，伊讲嘛是有可能，但是袂当证实你的生癌含苏丹农有关诶着。嗯。以前一定讲安尼啊，因为较早不去发生过安尼嘛，啊嘛讲不了头啊，嘛解释过了头啊。嗯，佮先咁靠，佮问迄个潜潜迄个嘛无意思啊。嗯，啊袂，只要啊先咁啊先咁要说出来啊，说出来。对啊，你啊那是安尼话，你医生你是凭什么？你是凭什么？你是凭什么标准讲结婚就可以啊嘛？是啊，哎呀，靠，要讲咩话都好，讲咩话真正都作咸味。医生嘛是要结婚嘞。嗯，我来这个物件，咱讲真嘞吼，即个。物件你食起来，你也要讲，甲讲会当讲，因为你较害我得唯一大概一件会当讲的，就是台南啊，台南阿南区啊，有吗？哦，迄个台检啊，就是中哦，我知，哎，日本时代留下物件啦，对，不啊，国民党来了后，甲接收嘛，啊，接收了就生产一挂迄种化学的物件，啊，内底有足严重的啥代号性啊。啊，戴奥辛了，诶，咱全世界听伊讲讲，体内戴奥辛含量上悬的人，嗯、一个奥巴马就是住伫遐附近。啊，南区啊，南区。对，爱弄伫遐河鱼啊啦，掠鱼啊，掠遐鱼啊。对，啊，去唔难，遐鱼啊、虾啊、蟹啊，规巴肚内拢总是戴奥辛，戴奥辛是世纪之毒啊。你知啊？对，啊，尾啊吼，当时国民党的时代，这个代志叫学者甲变啊。啊！即个变了后，这个国民党话跳呢，讲我不爱插啊啦。即嘛，即间抓好中石化去接收啊，恁就对啦。啊，中石化其实这嘛是，唔是苏宁公司，这嘛是咱算个官方的啊。是。啊，中石化去接收了后呢，这个中石化就开始做这个维尼亚啦，啥物种种啊，大个洗白啊啦，啊，即大家不准这个鱼啊啥拢未使，拢未使下了对。啊，即嘛民众卡中石化这边偷水了，啊，中石化讲无啊。这不是我，这是国民党打狗娃的名，拍摄出来，照常要找一套。他奇怪，伊讲戴奥辛讲外国，结果迄群的鱼啊较精啊吼，吓吓惊死人大诶，迄大个会惊人，伊啊。你不输啊？系啊，奇怪你咧。好来好，来进攻个吼，两位再个倒转来。哎，好啦，这个食的物件吼，较早我观念拢是安尼啦，到这个物件啦，互逼出讲有问题啊，对不对吼？啊，已经抓到啊吼，然后我会想讲安尼，搁再来食这个物件是上该安全的啦。嗯，啊，这本这个苏丹红算唔对咧，你啊，对不对？不要一件一件一件。怪卡的话，阿香好怪卡我。而且抓到都上安全的啦，对不对？抓到你都唔做收尾，不收尾安全。啊，这苏丹红吼，真正。看已经几个月前就开始在捏了，开始在捏啊，这里的这三个在腌出来都是说去查库存都存多少而已，已经都卖多少出去了，啊，表示讲咱的麦多拢苏丹，有严重无严重，上一篇新闻咧无啦。嗯，对，讲咱台湾有一名、两名啊，做名歌手机器，其中一个就是迄个什么轮啊？迄、那个什著名啊，查甫来以后伫中国，伫台湾咧，一个周杰伦啊，周杰伦啊，他另外一名，我那真有名，光一听伫咱台湾吼合开。类似迄个川菜啦，迄个麻辣锅迄种，你是不是用做这个番仔姜啦？什么花椒？对。你讲个早前生意好噶，我安那都安那呢？起码因为苏丹农端关店，无人要去吃啊，吃的人大大减少啊，啊关店长算不关门啊？啊靠呀！啊你讲无？上界快乐的所在，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
2013年度企业聘用运动指导员补助方案开跑喽！企业办理运动活动，最高可申请补助金90万元，聘用国民体适能指导员，可再加码补助达105万。详情可搜寻“运动好人才，企业动起来”或拨打02-7737-8089。以上广告由教育部体育署提供。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狗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你知道我们常常在无形中把水浪费掉吗？水龙头水滴不停，生活用水轻易浪费。节水不是口号，行动才是王道。随手关紧水龙头，善用省水小妙招，让我们一起共同落实节约用水。用水不随便，生活更方便。你今天节水了吗？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碰毒一次，危害一世。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每一个受伤的心都有权利替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加和修改条文，让少年事件的被害人可以到法庭表示意见，配合文书的保护和陪同制度，让被害人可以安心到法庭参与替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定数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释和被害人人权的主张，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让大家听到。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97.5，快乐混家男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华东98.3，快乐配偶96.7，快乐红虾91.3，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现在时间9点整。管他世情，千般恩，家己家己，坚持信念为什么？多少事因家对留下心中一滴泪，家己问家己，心乱草全为什么？全靠懵懂的勇气，迷失海的小孤人，找找梦想的希望，分分了了啊，家己不家己，一杯酒干哪样，坚持信念为什么？健康的喙齿花，喙齿才顾会掉。正常呢，啊，十几当前，迄阵40几岁，牙周病严重，这医生讲的吼。啊，十几当后，咱因为有这条特殊的齿膏持续的使用，咱即马变健康的喙齿花。你有想要试看卖无？
真正有法度过滤喙齿嘛，一条气膏白沙湾牙膏。台南矿庙79450079，台南矿庙79450079，感谢。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电话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就有一个活动来甲听众朋友做报告，然后。来，首先这个活动，这是咱台南市中西区民族路北头港庄福宫，咱这间庙宇建庙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啦。佛师的神明啊，最主要是北极先天上帝甲主太夫人嘛。本宫伫1984年有来做一次的重建，来到今年嘛已经40多年啊。所以庙里的管理委员会决定要重新来修建，而且本宫诚心邀请全国诸位善信大德做伙来斗三工，观神看做善事。咱如果若是讲有要观看、要重建庙宇的朋友，咱直接庙里这个电话来加联络：0928-381-899。0928-381-899，咱找欧先生来做指接。另外，庙林家有咧吩咐交代，讲咱的神龛若捐超过10000以上，咱诸位先生大德的大名会甲咱雕刻伫石碑顶面来做永远的纪念。另外，报告的这篇的好消息吼，这是咱啊台湾啊这个。教育部吼啊，所核定的国立空中大学，咱台南中心即马有咧招生。啊，咱如果若是讲啊，有高中级吼啊，拄毕业的朋友呢，咱拍算未来想要做地政书、不动产经纪人，还是讲不动产啊，这个估计师来考证照，还是讲吼，你得拍算未来要来做律师、做司法官、做推书、做法官、做检察官的朋友。啊，是讲你要做社会工作学等等的头路的朋友呢，咱唔免搁再去报考啊，北京大学啊，啊唔免去吼啊，这个补习班搁再补习，咱直接吼来个报名国立空中大学来读国立空中大学台南中心，咱人工啊修完学分了，咱就会当来考这证照，啊而且咱嘛是吼啊正式的一个国立空中大学的学生的毕业证书哦。另外就是讲，咱以前有可能啊经济关系、家庭因素来适。啊，无多人继续读册，但是即卖的经济较英俊啦吼，啊比较吼大头较无较重啊。咱若已经吼年岁有后，想要再继续读册，无论你即卖学历是国校、国中，还是高中级，你拢会当吼来报名国立空中大学。咱若修完学分了，你嘛是一个大学生哦，你有大学的文凭，搁再讲就对啊啦。咱如果若是满65岁以上吼，咱有学习费，政府的补助，咱只交一个学分的费用，每一分才是一百。40块，真系好，满65岁朋友，而且咱这段时间来读书，咱动一下脑筋呢，卖好咱的脑筋吼去停顿去吼，啊，唔免烦恼老人痴呆啦吼。咱有想要来读国立空中大学的朋友呢，咱在咱这支电话当个卡来做啊报名啦吼，0627466666，0627466666，转告。吼、哦，专高和啦吼、哦，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台中市李先生来点播张天君演唱的歌曲《离别的恋歌》。
你心肝。感谢哈，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转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时啊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转南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感谢啊，咱个继续啊，来甲进行节目发信的哈。来，另外咱们来个二一篇吼，这个电动车，并且咱们无话故，咱台湾啊一名真出名影星叫做林志颖，塞着一台电动车载着因后生，啊伫台北市讲唔知对一条桥头，去弄着这个桥头，还是弄着惊慌啦，几台车刷团起火烧，起火倒。但是因这对爸阿囝算足好运的，听这个事后内行人咧讲，讲那电动车吼，那见面那去弄掉吼，迄、那个爆炸烧起来，就是烧袂停啊啦。讲伊内面的电池都一直烧烧到吼，内面会烧的物件烧无啊啦，才会停啊。你水冷车你安那个怕火安那个怕，伊都怕袂坏啦。但是迄个弄起来，刹那迄台车起倒的过程当中。那个车门弄一个歪错，跌开。
刷单给路边的一个内行人，讲伫边仔咧卖啥，卖槟榔啊，是咧卖啥物，我唔知道，卖凉水的吼。那叫啥？哎，要进单，顺利的是门甲拍开，因为伊的门已经交开啊嘛，弄一个车身歪起歪出来交开去啊嘛，单从林志颖因这对白囝单硬甲拖出来。啊，无这两个人都消失伫内底。啊，后手听一寡咧有诶无诶风声，讲遐消息咧，讲林志颖包正大咧诶，多谢金去甲水多谢，啊，这种后手讲出来，这也无经过报出来报，啊，多谢嘛，无好难，两条人命诶，啊，所以大家都有迄舆论啦，讲这个电动车只要哪去弄着起火烧着着啊啦，都是一直得到了特别爽。咱今仔日有看到头版的新闻，讲报着这个中国啦。咱知中国伊就是依照这个粗俗的人工，依照这个国家的资源来补助这个私人企业，和因中国的这个私人的企业就对啊，属实嘛不是私人企业啦，因为伊迄个国家的手拢存在内底里边啦。啊，表面上是私人企业会当去世界和人吼竞争，因为我后边我有政府的批国啊，你世界各国你对一间足够赚钱，你安那赚嘛赚出一个政府啊。所以大家要做赢是很困难的。现在听你 说未来的中国的电动车要千霸武林就对了，惊动万高千霸武林，但是那以外靠世界国际的团结，中国的车是不行的，尤其是电动车是很恐怖的。结果打你说而已，随气消失三个人，说一口罩这样欢欢喜喜的买到中国吼，伫因中国界有名，诶，即个一台电动车，讲叫做文界啦，问世界啦，问世界。拄只阿新放一首歌，讲我问你，你问我，啥物我袂记起啦。伊即是问界啦。啊，即间问界即个电动车诶品牌，即听你讲世界级诶，伫因中国讲唱甲掠袂掉诶啦。讲一个爸爸安尼。一个妈妈安尼，阿个加一个后生查囡安尼啦，三个人讲弄一台车，讲弄一个起火倒门啊，拍袂开，三个人哇哇消失伫内底，即批人也听讲嘛。即中国车，尤其是电动车，未来要千霸武林吼。你讲中国制造的电动车的品质，即早就去予世界安尼个积极讲哇，即中国你做即个车，尤其佮做即个电动车。有安全吗？这是由中国车商吼赛力斯甲啊华为较有名嘛吼，联手来制造出来诶属于中国人诶品牌啦，讲的是文界啦，问世界就对啊啦。日前传出讲一台即个文界诶电动车啦，伫山西省诶某一条高速公路讲咧安尼赛安尼啦，讲吼唔知是安怎样啊。无注意去弄着头前车啦，啊弄着头前车，咱一般人的常识就是讲共共卡安尼尔尔，都停落来回回安尼，结果唔是呢，因这台电动车吼，讲弄着开始就起火倒啊啦，啊倒边呐，碰见弄刚弄两起火倒，嘿，迄台电动车吼，迄台中国的这个文革迄台吼，世界级的电动车就对，弄起煞家己倒倒，共共卡啊，伊家己倒了，家己倒，家己倒位啦，是啊，而且。迄、那个刹那讲，四个电动门，大门拢拍袂开咧，三个人单哇哇消失伫现场。当然，文界一间车厂就对啦，伊好哩嘛，伊个意思讲，啊，你家己乌白晒，啊，你袂晓晒啦，啊，你还蛮晒，安怎因为伊都乱乱白白嘛吼。加上对着这台中国的电动车安全提出了真侪疑问啦，而且事后啦，这个路过有翕到这个镜头的影像的人就对啦啦。就开始吼铺上影片，铺上影片来质疑这间电动车厂啦，安怎样？结果讲铺无偌久尔，讲这影片全部拢叫中国政府拢杀都掉了。讲拜托的，啊，我是咧批评车，我唔叫批评你政府，那可杀都掉安尼啦。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咧讲死者家属表示啦，讲伫本个月26日的暗头啊，讲因小弟啦，塞到一台吼，今年依着25万人民币合台币110万块，买入来的所谓的这个文界的电动车啦，伊的英文讲叫做 M7PLUS 啦吼，这啥意思咱唔知啦吼，伫山西的某一条高速公路咧塞，讲边啊多好有一台迄个洒水车啦。
底下咧喷水啦，啊，结果去共火着弄着啦，啊，弄着这台电动车就家己起火倒啊呢，啊，车内另外两名死者吼，一个就是吼啊，因翁啦，啊，一个就是拄满两岁的后生就对啊啦，就是一对翁仔某，包括一个后生，哇哇消失伫车内哩。加上即日咧讲讲，啊，中国华为这台问题，这台唔是讲吼宣传甲吼外敖拄外敖，啥物讲会当主动打档啊啦，啊，啥物讲无着障碍，要讲会主动打档啊，有做者遐是标档安尼嘛、你比如讲无着危险的时阵，迄车会甲你动，啊，是讲你去回着去弄着的时阵，车嘛会主动动。但是这台车是安怎样啊，拢总袂动呢？弄下就甲弄落啊，煎落就甲煎落啊啦，啊无影无食，讲有啥物会主动动拢总无，啊而且就对啊啦，安全加贵啊嘛，无保护的作用啦，伫网络就开始流传遮影片啊啦，后来拢去互中国警匪全部甲遮影片下架，不得搁再上架去你报上安尼啦。一名路过的驾驶曾经笑想要协助吼，甲玻璃甲钢火破都掉啊啦，就像咱拄下咧讲讲林志玲因绿白兄咧边人咧甲门扭开吼，安尼要甲救出来啦。但是迄个安怎我讲，迄个车门咧关袂开，咧关袂开。咱拄下讲过哦，林志玲迄台车弄就是好运咯。迄、个新一个吼，迄车台歪错去，迄门栓喷开去，靠我都能顺势把迄个门扭开去拖出来。但是伊这是无，伊这是刚回掉呢哦，刚回掉呢。简单讲是车体还阁好好诶。啊，都懂得会啊。啊，都起得会啊，起得会啊，都娃娃消失伫内底啊。啊，这个问题对着人咧甲质疑者诶问题，表示咧讲讲远啊是咧。车辆啊，弄到这台就对了啦。伊安全结构也有正常拍开啊，我还知伊会向消失伫内底咧。佮再讲吼，伊个电池马上正常啊，也无故障啊。啊，强调吼，讲驶这台车去弄到去消失的人吼，伊讲伊买阮这种款的吼，唔是智慧型的啦，伊买这是一般型的啦。啊，所以吼，伊内面检。并无装智慧型的遐系统，无装一个头壳落去啦。系啦，啊，所以讲移动就要家己打档啊啦，有滴危险也要家己打档啊。伊讲恁家己无买智慧型的啊，恁买出来用的，恁无打档啊，家己弄死也无什么关系。智慧型的，迄嘛是同款呐，迄讲到说自动驾驶啊，什么种种的物件来咧出名啊。智慧型的不如，啊，情况嘛，情况人起来这套。林志玲，嘛林志玲开迄台特斯拉，伊本来就知道林妹啦，伊去钱。前一个叫敦武哦，嘛是听伊讲，人咧讲讲，伊就是开自动驾驶，讲伊就是开自动。啊，所以人安尼啊，人来闹吼，钱闹搁较搞，伊就无多。钱闹嘛，就自己的问题就是。对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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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曾经有人开迄个电动车有无？啊，电动车内面有侦测前方有行人啊，无行人嘛？啊，伫迄个电动车仪表板顶面就会突出人的形了，对啦。讲曾经一个开电动车，讲开过蒙阿波啊，结果讲不出几个人影啊，你唔见阿爸甲看，都无半个人啊，阿今日就是看咧阴谋啊，看明明都有三四个人个啲啊，好惊一个，较紧走啊，对啊，笑你哩，对啊，开个主动诶，主动驾驶啦，主动驾驶诶，靠人家做个工贵啊，有啊，只有人咧，啊，就是安尼啊，只有人做个人咧。啊！讲什么？如果都讲到讲话好，原来讲到咱拍落去困，那有咩好？是唔通卡卡唔能去做咧？啊嘛！上早以前所谓的自驾是指啥呢？是指迄个定速啦，定速啊，定速吼！咱来开长途，当时啊卡打油门喎，好，我一定作声咧。啊，你来定速定伫遐，啊，你只要小花过去打着油门，还是打着档啊，伊个定速就甲你解，对，就解堵啦。哎，随着甲你解堵了，对啊，吼。啊，这种也是比较较安全性啊，这个定速安尼尔嘛吼。好，伊种开台车讲懂我自动驾驶，不济哦。咁啊，买这个所谓的自驾系统的车，大家都笑掉。我的车绝对开的，那无啦，咱即卖进入时间，我那跳伊都唔知。咱即卖进入是唔是我那开始买个实施迄种个公共汽车买个自动驾驶的，都无输汽车的无。是唔是买公共汽车？有啊有啊，我当咧试啊。无司机咧塞，无司机咱点试就是买试班啊。现在这个就做以后吼，这种主动的啦，什么种种有诶无诶，会愈来愈侪啦。当然科技伊会对咧进步嘛。啊，主动愈来愈侪，人工啊，人就是人失业嘛。啊，人失业愈来愈侪啊。对对对，你就以前啊，你想咧做迄个什么所谓的主动的这个啥？
公共汽车啊，嘿，是咧坐幽灵的火车哩呐。哎，咱有当时啊，那跳票去坐火车，还是坐公共汽车，存当有当时啊，个会含你个司机开讲一下。讲司机安那，对是怎么那？哦，艰苦辛苦啊，安怎样啊？不安怎样啊？问一下好，你去的是安怎？先安尼问话咧。嗯，无啦，这个自动驾驶这种物件，这叫全世界，包括咱台湾嘛，拢一直咧研究啊。嗯，哦，台湾有一间校内底，伊就本身校园内面就迄个自动的迄个接驳车啊。啊，是无人咧看伊个顶，对吧？没话唔加者。哎，系咧，买速度做慢，因为这个啊，一般人就是为着无人咧塞车，你做些加者。其实无人咧塞车，其实未少。哈哈，对啦，你像台北的周文，台讲不一条系统系是，都无人咧开诶。无人开诶。迄个主动用迄个中控中心底下咧控制。啊，冇去弄机人开哦。有。啊，这个这唔得啦，唔得啦。咁无啦，要弄嘛，弄掉人嘅，唔等你，未等我别弄咧。这种物件吼 ，AI 简单讲就是叫做人工智慧，这个 AI 这个物件。人家老无太是天朝嘅啦。一直发展到去到地，这以后变哪样，真正唔知影。变到足恐怖。差不多二十当前，我看史威斯斯特龙一支影片。嗯。二十当前有啊，一支影片啊，伊咧做吼，伊下面女朋友咧做迄个爱做的工课就对啦，唔免车身裸体，唔免扛钢筋啦，都伊坐里腰坐里只啊，用相就做出来啊。迄个影片是安尼翕啦，我底下是讲哇，这未来我当神经家咧哦。你讲迄电视，迄个我未记起啊，迄个。伊个甚至伊用兵工起来嘛，伊甚至警察来啦啊。性格真歹啦，啊是不是？你含面女朋友还是含伊就是个介意出啦？无，迄是个接待啦。哎呦，挂一个讲了，这你哪想要？迄个模拟啥物件在挂，有一个情境就对啦。哇，足神真嘞安尼啦！啊，伊咧个挂来了，就变成含咩女警察，伊还咧做迄个欢喜个，阿公都叫老感觉安尼。我就看挂了，如果就你阿就讲，我未来。未来连做都敢会，爱客用机啊，你哋啦，客机啊，对啊，啊，佫有一代迄个做啥，迄个什么代理人，迄代啊，代理人啊，不如苏威利恩啊，我知啊，啊，人根本就都唔免出门啊，你讲寄人出去啊，用寄零车嚟输，天顶个杯，不是等级的，诶，伊个代理人就是以后的人拢不得出门的，爱得去买一个人形的机器啦，啊，做啊和真人一模一样，啊，你只要当初来带入去咧。控制台内底，你就会等于甲外口咧接触啊。哎，也当然，你好莱坞的电影，是呢，不，但是好莱坞的电影足济地就是啊啦，做下去你拢感觉都无可能，还是无话估料就出来啊，变真呢，哎，就造出来，就出。我讲只啦，人吼，真正吼，活了吼，上界快乐的生活，也是会有上高赞啦。嗯。你放放的就对了啦，就是有人车大肥的人来较肥，安尼啦，大大的，把他肥倒伫迄个机关车内面，那个用牛车硬再去横面压的，还是就是我，还是过来啦，横面压压压压上得落呀，对啦，以前都拢安尼啊。好来来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啊，这一个不幸的消息，就是之前报的迄个宝林茶室有无哈？啊，爆发着迄个做集体食物中毒的案件啦。啊，伫咧这个二九号的时阵吼，二九号就是今仔日啦吼，今仔日啊，这个做三年的急救当中，而且人佫一个不幸来往先去啊吼。啊，这个个案呢，伊伫这个加护病房内底吼，安尼伫啊。拼一个话位啦吼，啊不离个最后因为真济这个器官拢衰竭吼，啊而且病况吼看起来完全也无好，而且愈来愈歹，这个家属也无希望讲因到这啊，当面的所在咧受苦，这种差工啥话种种有诶无啊，几个话啊，这个阿伯，这是一个四十岁的女性了对吧吼，四十岁的女性啦吼。啊，曾经呢，伊去抢救的时阵，状况一度有回温倒等啊，但是后来呢，哇，又个病重，我救的落来了，对啦，全部的密密麻麻哈。啊，然后啊，这样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第四例的死亡了，三人啊，我之前三个，啊，我加一个。之前是两人吗？三个，诶，之前三个，有，啊，之前两人死亡了，三个人，哈，啊，这个这三个啊。
三月二是一个翁星啦，三月二七一个翁星，四月二七一个翁星，了四月二九又搁一个翁星啊。这么难，那可你做？这么难，那未死的，我这你放心。哎，靠前些，这么这还未查个清楚嘞。哎，刚到台北市的警察局长有讲啊，伊讲吼，这是有一个嫌疑、嫌疑的迄个案件来咧做调查啊。单单讲伊无讲出答案，暗个红听到的时，律师讲，有人要告，有人下毒还是安那样？无啦，一般咱哪知影变小人，伊变哪细汉人，咱炸咱做台北市场人炸嘛，该死掉啊！啊，你即马个地下坐个爽快，我坐会掉。嗯，坐啦，快坐会掉。嗯，坐个足好势。好，来啊，这无因老爸、因老母无嘛，出来甲买两声。这爸爸的人无嘛，出来驾驶因啊，咱在台湾人是毋是安尼啊？嗯，因后生做到对唔对，拢爸爸妈妈先来，吼，底下都先推推啊，都讲安尼。啊，因咧做个市，要做个政治人啊，靠要家己唔对，你看咧徐小新啊，叫人讲假安尼啊啦，嘛是啊个咧抢赌啊，嘛是个底下抢啊，人明明都替你家己讲的话来塞你的嘴，嘛是看官啊。嘿，他点的他无讲话，真的他无台词啊。哎呀，他如讲话，如抢那两条。哦，怎么这个都唔让见笑，那个无道理啊，哈。好嘞，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信泰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电话哈。来，来个看卖啊嘞哈，这顶阵啊，安尼连续落雨啦，中部以北雨拢落真大，台南后来有一天啊，我那落介大雨哈。啊，水利署统计啦哈，在这个方面呢。总共为咱台湾炸来偌济诶水库，进偌济水淹来啊！总共为咱台湾诶水库拢总进1,5541,000吨诶水啊！就对啦。你看这水才重啊，是安那浮起起？是安那浮啊！这水对啊，准则我哪有叫做水蒸气嘛？啊，了水就会挥发嘛，去。你那水滴比水库工业当火力牛块流偌济吼？哦，迄个仔啊，啊，我拖个边。对哦，啊无啦，爱做为了咧看水的迄种仪器就对来啦，来啦，这个用得话的。你讲水井啊，你都比如讲用一块杯啊，一粒的杯啊，差不多伊也当堆一粒水啊，啊个清清花迄挂灯啊，再用一粒那个盛起落去啊，佮用安尼盛的包，阿仔啊，爱这个全部安尼盛盛的水库吼，转台湾啊，石门，石门水库、翡翠水库、鲤鱼潭呐、德基啦，哦阿哥。有这个鲤鱼潭啦、乌虾啦、吼、詹伦、南华等等，这重要的水库吼，拢总哦，进拢几千万吨的水安尼对吼、啊，全部加加是1,5541,000吨的水。啊，你这唔定啊，只两礼拜年啦。啊，无，就阿公这，公这水吼也白骨硬嘛，啊，但是一千万目前的大概是。啊，拜三十一个就抛回来啊。哎，伊抛较少，伊抛较弱，吼、啊，所以这水安尼。一活动的水务吼，大概民生用水，咱供应两礼拜轮啊。啊，那今年水免烦恼啊，起码还打春雨呢，连梅雨都还未来，连风台期都还未到的呀。不能梅雨、风台期到，哦，我看特工吼，去摸摸。不哩个吼，虽然咧大量进水来讲，暂时即马无欠水的问题啦吼，但是我来看后边。后边如果那是这个做风台期过了，是叫做枯水期啊，太阳期。风台期过了吼，啊，就爱可能耐住。但是水果你看伊么，化碱就碱就变了。对、好嘞，进光阁哈，来感谢下来。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叫回专线电话。来这边来，要来给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伫咧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萃取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个高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
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黄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哦、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这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话就对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起来配方，你所吼、哦。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济，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有巧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熬合技术来研究这个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白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甲挖去。来个挖课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来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物件，大家拢爱看，你目睭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啊，是讲吼，啊，咱啊，长期间吼，伫外口咧走外步，不管你翘多歹，啊，是讲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挂一支乌林的目镜来保护你的目睭，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目睭的伤害嘛是真大。你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就得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这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颅、你的视野吼，是咧看遐物件的人，你会当来吼挖去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信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那这所以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信山软骨素。咱信山软骨素里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的成品的物件。啊，这软骨素里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胶原，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这个乙酰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浆骨浆，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哦，会当润骨，那像种咧尖肌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着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着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这只骨筋骨伤，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哦、啊分泌出来骨筋骨伤，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掉，能去分泌骨浆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信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专门咧做做骨浆骨伤，如果若无遮骨浆骨伤来甲咱润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某些的所在，真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的是吼，你打扫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下去，啊磨下去接刷咧去，你就磨着停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疼痛的时阵。现在软骨素内底一个连德同小分子加完两百，包括维生素 C， 一个咱个美国。NEC 两百分解加素，一个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是补充到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话，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钙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成分就对了。所以用这话跟台中朋友，要恁台介绍我非常清楚了对吼，非常详细吼。初分啊，什么种种拢跟你讲啊，非常详细。软骨素加一点的两个第二代了对。除了这三边以外，信兰公司还有喜乐通，喜乐通专门的过去等候清洁。
这等下不清理是不会晒起来了，怎么这等下白天哦，你该想方法解决掉，别死人，好嘞吼。所以用气度啊，经常讲，气度通全部第六等下白清理了掉。这个是刚刚咱信任公司，我就这个气度通，这另外就是团研发的了掉。阿和技术，他都有人工阿和技术，就是这种物件。所以用气度啊，可能等下清气，卡袂去记得这等下白天。这非常清楚的对吼，所来个人五宝一六清，这会用吼未使回楼客，会用啊楼客对啦，像咱这条搞法啦，咱赶快的对，楼客也谈，开始惊人杂七的对啦，误为物件的也开始谈，一条搞法都未通，未通就归臭嗡嗡，做上去啦，咱会更赶快意思的对，那要他掉的对啦吼，有关系啊，咱招皮肤，别闹哩，看别那楼。在心中挂边了的，好的血脉通，在卡脉通用，你把它清净了呢。所以用气的话，这五宝虚六清各家哈，不顺根，南属病路，该喝散病的对啊哈啊，帮你出问题能怎样哈？讲不顺根，非常说日本韩国一年销售五千万辆，台湾多多多。电台改咱在做呢，你把这款就关火咱做呢呢哈。所以主要在三病以外。能用许多山这三品来做搭配做使用，有人不了解，怕点我做详细说明。空白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转个免费的电话专线，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电话在是八点到下午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来，感谢啊，咱个继续来甲进行节目，来咱即马来开放可以的电话啦哈。那种比如意见要表达，新闻技术要来做补充的哈，啊，咱恁可以去电话就甲沟通开讲破道啦。269-945-6 齁，269-945-6，这咱台南的电话，我无他比如老贝卡，再麻烦加一个空六齁，好嘞，感谢啊。好嘞，接下电话来了，嘿。哎，稍微找到了。嗯，好嘞。拄仔咧讲咧电动车弄着，迄门袂拍开吼。嗯。因中国啊，今在做车就是安怎，迄、那个手动的拢甲改无去啊。错哦。全部拢用人工迄个电在控制。哦，你讲迄、那个咱坐伫迄、那个坐位的边啊，会当家己甲迄个门拍开，迄个变无去。迄个手动的无去。我是哪样呢？啊，因的意思，搁咧笑迄个外国人，迄欧洲国家讲，啊，恁就是无相信家的科技，唔知影咧做迄啊。哦。啊嘿嘿，啊，人做迄就是，这以防万一，不如，譬如讲，电线要烧断去啦，是安那电未通的时阵，危险的也。做些手动的啦，吼。嗯。要。嗯。中国科技也搞个安尼，搞个都免任务，都免做安尼。啊，迄手动的这个物件，迄电动车应该手动是我都开啊，想那个要甲促销的，我就唔知影。啊，兼一个。今次的那个零件伊就去加省偌济钱去啊！不哩个电动车这个物件，咱讲真诶啊，真正有影吼，我实是一点信心都无吼。以后讲啥物，迄下面的车拢要促销，全部拢要用电动车吼。那是讲我开车都钱要不一样嘛？哎呀，啊，而且你开个电动车，也无下面车，也无迄个感觉。你听得到地也无啥想咧开车咧啦吼。啊，好来，咱来定位吼，269-945-6吼，269-945-6，台南的定位，我问下表妹卡啊，空六个吼，来感谢。来了，来了，喂，哎，阿兄，你啥来了？哎，我今就要补充一下对吧？嗯，然后那个你想要讲哦，想要做大金哦，嗯，哎，
我是我的经验哦，唔忙使电动车。嗯，唔忙使电动车。哎，那拄啊无电开袂开啊？啊，你高速的那拄啊安怎？啊，危险的啊！嗯，唔忙。我是我的境界啦，是我进赛这代哦，很假的嘛。嗯，我那要改哦，不开一下拢未健康啊，就爱我气嘞再开啦。完了，哎，一进我就感觉奇怪，啊，伊讲这些，我当着我身家，我总按来口话来讲这个，我听又听啦。嗯，啊，无我就来就爱减气嘞，无未开呢。哎，奇怪，哦，啊，我讲个你俩，好，真是不必再讲下了啊。即卖呐，要选死哦，都对不爱出去选啦。是啊。哦，我看这选死哦，看到吼，我们也正地。哦。人迄国民党的吼，大家那好嘞啦，咱民进党的吼，咱大家那苗啊的啊，唔敢跟人抢啊，唔敢跟人搏。啊，咱就较守法哩。啊。咱就较守法，较公理啊。因为种人的。就够修法咯，有，唔免啦。你是对迄个人免修法就对啦。对迄个人唔免啦，对迄个国民党个也唔免修。啊，咱也毋是蒋介石，也毋是蒋经国啊。啊。咱也毋是蒋介石，也毋是蒋经国啊。免干那些啦，即马不分是，伊即马咱台湾用要甲咱卖掉个。是是。哎啦，啊，我刚看免做啦。好啦好啦，冇紧啦。好，谢谢啦。好，感谢你哦。好，谢谢，来你好。来你好。喂。我让第六号。一通来。通嘞，来你好，你好，快些哈。你好，你好。大哥你好。哎，你好。这个电动车你啊，收过顶，伊迄个电力是得不紧，啊，咱手机也就干。嗯嗯。啊，所以讲中国的电动车吼，你若讲保险要保顺丰的啦，有你拍算讲就要领一条的，甲买二百。哦，咱讲讲实在，因为一毛五六十万呢，但是迄若卖出代志，出代志拢差不多 OK 啦。啊，所以讲伊即卖有法做伊的外销的物件，是世界有法做，就干那电动车尔，其他拢多装啊，会使讲啊呢。今年的电动车太俗了，拢几十万啊，成百万啊。但是这个车的问题就是讲，你愈方便啊，这个人的危险性一定会愈悬。嗯嗯。看有影无？对啦。愈方便，啊，你危险性一定愈悬。嗯。啊，大家就考虑一下啦。是。哎，好。是好，感谢，谢，来，你好。哎。哎。迄个杜冠奇讲，啊，都要比你。中国遐消费，我那遐组合物啦吼，我们赶最赶一定要组合物翻过来恁这边，遐组合物拢是荒唐医院的拆起来呢，哦，遐人每一间门诊拢有死过人呢，嗯，啊，遐哪伊来甲你，比如说甲你过来捅一罐病毒来，啊，你才死啊喏，啊，咱组合物咱南投足济啊，还是提过呢，啊，咱那会贵一堆啊，还有个因的组合物在上面，南投讲足济，遐是无法度送出来，万把多钱，万无落他贵，伊就爱提位西边过来，在台中港台，他用中山医院的那个病床啊，当个组合屋咧卖咱台湾咯。讲清楚讲，你我来中山讲，因要这上药咧上，后边咪上个六千，咱唔知影咧，咱其他哇诶，我见后边唔知讲什么人，讲什么摸一个主持人机构去提钱去换东来咧。哎啦，你看阿公这中山片要甲咱迄个，嘿拢平咧，即摆咱顶啊小鬼，伊讲甲你讲。所以讲，哎呀，什么有病毒，伊个提效果过来，就还好面子啊！都你看，也无当提钱。是。啊，你可能你咱带咱农民农渔民哦，爱家己爱找出路啦，未使跟你讲咩去共产党，兴我兴消唔消面啦。是好，安尼好哈。来加工嘛，足好势啊。好哦，好。来，哎，你好。哎，阿伯。
哎，你好，朋友哦，哎，嘿，现在好欢喜哈，嗯，啊，过遐拢摕一个毒品过来，你看什么苏丹红嘛，拢带了个呀，嗯，这恐怖呢，这中国哦，嗯，这真正无甲伊咧交流啦，不交流，你都这国民党拢破拖过啦，嗯嗯嗯，啊，黄国昌哦，是一只。迄只鬼吼，迄只华人王的饲的细只狗啊，嗯嗯，这拢哦，这拢真正拢要毒害台湾呢。嗯嗯，啊，大家拢要驾驶民进党，是驾驶安怎？民进党做得无够好吗？嗯嗯嗯，真可怜的有影啦，大人哦都惊死啦，啊害钱啦，搁攀价啦，真正实在有影。好，安尼好啊。啊，别人搁算输人。嗯嗯嗯，谢谢谢谢。好，感谢你哦，谢谢，我来你这边。中大哥阿星要你，我给你报告一下，阿星你讲一活动的白人吼，但是詹文水库太大卡，第一大卡36%，小港36%尔。啊，中大哥，我给你报告吼，我家己个人啊，做无爱电动车，但是电动车最主要是为着全世界的环保，因为臭氧层的问题啦吼。啊，我20年前我伫通报市了咧。你做伫内底工作的时阵嘛吼，阮内底低哥低哥在最高钱哦，迄种食柴油的嘛，大家拢使啊做习惯咯。嗯，啊到尾啊，阮头家释摩释迦牟尼佛的摩，摩去买两台专电动的迄个低哥啊吼，啊无声啊无烟哦，无人要使柴油的，柴油发来都规个味啊，电动的烟啊都完全无味。所以吼、哦，我即马是足无爱电动车吼，都火车车。啊，唔过以后呐，我接触着反正我会慢慢改，我无啥代感。谢谢，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来感谢，来你好。今拄我咧讲无唔对啦，感谢拄吼，阿伯啊喏，新北市甲台北市拢唔办啦，拢台的人啦吼。相处最深。啊，应该甲照顾，刚偷听电话甲锁电话，阮只只安尼咧。嗯。啊，你好，安尼。你今仔日的相处细声，我听无吼，我拢听无。嗯，再来来，时间的关系啊，准备这个电动车是安尼啦，环保啦，嗯，拢讲环保了，对啊，这让我想到较早为着要进口沙拉油吼，嗯，就先甲低油改妖魔化，是，啊，那起码食沙拉油、植物油，食起来要再话讲食了。迄个真正排未出嚟嘅油啊，诶、嗯，卡油果是植物油，唔是咱咧，你也袂去点食啊。啊，低油顶多是安全，但是你做为着要大量进到沙拉油啊，啊，所以就甲低油少啊。啊，即卖就是安尼啊，大家拢咧投资电动车啊，啊，就大家念甲抢话，啊，以后又知，以后电动车会环保啊咧，做个过程甲以后刷过程绝对明了啊，袂甲错吼。好嘞。时间的关系来进一个广告，谢谢，我讲出电话啊，哎呀，感谢下来。好啦，这个电动车吼，这未来一定是一个趋势就对啦，都因为全世界即马大家都拢咧投资这个物件哩咧吼，啊，所以这无来你插座起来袂使，啊，唯一办法就是讲啊，恁食烟恁的吼，会无烟呐，食烟恁的会无毒气就对啦，啊，这物件，啊，你电动车咧生产过程当中，迄工厂爱。排放废气污染无啊？有污染无？啊，你这做迄个电池有污染无？嗯，啊，电池用一段时间了后卖啊，旧去啊了后，脱壳，迄个电池你免啊，免处理。哦，对，啊，这以后代志就足大啦。嗯，我即马有机车的电动车，有汽车的电动车，啊，所以这阿平以后恁得去翻头去等下想。嘿，啊，较早啊，咧洗灶骹吼，用烧水淋一下，迄灶骹油都无去啊。嗯，啊，今麦卖讲用烧水啊，佮我你放火烧油出来个滴个了，对。啊，结果你甲看麦，讲植物油较安全，有咩啊？嗯，无影吼，滴油上好啦，吼、哦，滴油上佳。啊，今麦就是为着要鼓吹电动车，啊，就开始来加一面嘞。加油诶，来甲抽华呢，就对，我就是安尼尔吼。好啦，啊，咱个政府嘛在对后咧，国际啦、工商，咱就随对咧工商去。啊，讲到什么时阵，以后讲到要再卖烟，啊，我骑卡拉车。哈哈哈哈哈。卡拉车是电动有得运动。即看最近这几年一直咧歌舞，讲什么电动机车、电动机车，结果嘛是歌舞无起来，有啦，有人咧骑啦，啊，袂少啦，袂少啦，袂足济啦。哎呀，好啦，啊，最主要吼，咱咧甲听众朋友补充。就是气象啦、啊，气象虽然讲今仔日吼全台湾登好天，也有30几度的温度，暗过到拜三时就过变歹天啊。Yeah, yeah, yeah.